那些副任务的完成度，随着这些副任务的完成，那剧情角色的加入也会让整个我们看到的过程是更不一样的。那这也是这个游戏跟其他作品不一样的地方。テクニックだけではどうにもならない時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、そういった場合はですね、今結構資材とかいろいろこう拾っ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、自分の持ってる武器とか、ガスとか、立体機動とか、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いろいろ鍛えて、バージョンアップ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、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を、バージョンアップさせることによって、もし進めなかったら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は、武器とか、防具とかを成長させて、其实除了在角色的等级之外，刚刚可以看到在部位破坏者取得很多资源，那这些资源都可以用在包括我们的刀、系统、立体机动装置等等。透过这些强，我们的角色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展现，并且在游戏进行的时候得到更大的包括是顺畅感、速度，还有我们的破坏力。那这也是在锻炼这个角色的时候，我们额外得到的快乐，也是这个游戏好玩的地方。那现在石川小姐在玩的时候，已经几乎不会遇到什么危险跟困难了。那石川小姐说，因为现在我可以顺手，慢慢的就知道我如何打得更顺畅，而且更强。这么大的画面。其实我们有进行过瓦斯的补给，这款游戏在进行喷射装置的移动的时候，它是会消耗瓦斯的，所以在玩游戏也要稍微注意一下瓦斯的消耗。